而电磁炉给我爸拿过去，就是过去顺便把那个洗衣机水管修一下。你在网上叫的话，估计得100块钱。我自己看视频修一修，应该可以。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佳，现在给我爸把东西拿上去。我之前给咱家换过呀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。水管啊，水龙头是在拼多多上买的。嗯。网上买便宜。先把这个水管去掉。你可以不？先拿防水胶带缠一下，这个还不能缠的太多，缠的要刚刚好。为什么？缠的太多也上不进去。啊。我欢迎我四二开。到顶了。行，这样。没弄好。还得再多缠一点。拧好了，开一下水试一下。这个你看着简单，但是你要在外面叫一个人的话，上门费加上这换，最少也得100块钱，一般上门费都50呢。有漏水的一装。啊，这个是这样装，这样一套。你是在网上学的吗？哎呀，咱家的当时都是我装的，就把它扣住，你知道吗？装好了啊，现在试一下洗衣机好了没。这洗衣机放了好几年了。好了，这个是松下的洗衣机，当时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，差不多10年了，那时候买才是1600还是1700，到现在还能好，没修过一次，那就好。对，但是咱买那个小米那个修了2次，修了2次了，确实。买了2年，修了2次。这个不停的掉，我们修一下，看能不能缠住。有一点作用。这是它不装这个东西啊，你看，这用个这。开管先是开肺，这一扭就管肺。这是开肺。吸完之后，你光把这个水管一管就行，这所有都完了，啥都不用管。这你想开就开，想管电一下。那些还要投一点，自己就投了，自己就摔下。我爸呢，现在都好多电器都没接触过，我不太会用，所以给教了一下。这个洗衣机现在也修好了，也简单，就安装个水龙头。插电。插电。啊，放上去，电开关，你电，你给你看哪个是开关？对，好，温度调节都是这，你看，加电，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把这关上，啊，好，就不用关了，这就这么简单。想拔的给拔开，不要手不要剁边，烫的很。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今天接韩寒回家来吃饭，因为他有点感冒，嗓子有点疼，学校的菜基本上都有辣子，把他接回来给他做一点清淡的。今天在学校头还疼不疼？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妈妈，嗯，我说你现在就是这样，我主持了，是吗？
我都下过最强王牌了，就是那个黄伟哲，还下过周家宏了。那你是最厉害的了。八十岁以上今年给打疫苗给钱。嗯，新冠疫苗。奖给多少钱？几千打300一个人。哎，那还可以啊，那打了，我在学校玩打的，你打过3针打完的，我一针打完。那你现在在校区打还给你降钱？哎，那年我第一针才给降3针，第一针不知道，谁知道？那后头打还给降？后头降针一个可开始可是200，200，那上300，一个200可给10个鸡蛋，还是鸡蛋。就光给老师80岁以上的。安全的大学，那是上二上海，80岁以上人，四季多呢。现在提倡，全都是提倡，给大家看鸡蛋，严守防御。你考了考了都奖励，你再考最后名，最后名再给。你得给，你得考第三个，再给你分。第十名都不给啊！要红萝卜吗？不要红萝卜。你是爱吃豆腐干不是的？嗯，我爱吃豆腐干，加点豆腐干。我这泡芙，我做饭有辣子，还有麻婆豆腐，就像这个有麻婆豆腐。干冒了胡萝卜汤嘛，不干其他的，我吃块了。那个肉也放一些辣子。嗯，肉也放，就是那红烧肉啊，基本上都是放点辣椒。奶奶问你有鸡腿吗？有鸡腿没？有。有呀。那你好好吃。鸡腿不辣。还是不过去的，就奶奶我反过。谁知道？谁叫我反过来过来？叫我姑奶奶一把拿我削的多少钱？反过来。至少你得100，那还得了是100的，嗯，上门费都得50，哦，少是个100。这哪这哪弄？都十几个百贯嘛，人还人呢。看嘞，能够做啊？嗯，看到了，也知道好看了。二慢三通过，接到乘客后，请您提醒乘客后排落座。东西带好。这条路叫青年路，看那两边的树，就是大钟。